想不到也有无知的一面。哎，你不要急，还没掉粉珠，还没这音乐不响。我们摆正。哎，这唱的我讲的。程世松的兄弟俩最后还是败在。不是，不是掉我呀。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头痛呢？你是看到我了？就是这个，他大概就是这个。每周六日晚间11点，一日三餐，东森戏剧台。